佛说了，你为什么不能做佛？你为什么会生活在六道轮回里？就是因为你自私自利的心太重了。啊，佛法讲，你执着有个我，啊，有我你就脱离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清楚。所以佛法教给我们呢，要破我执啊。破我执，那么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决定不要为自己想，这个我才能够淡化，才能够断掉啊。那么什么事情起心动念还想着有我，你这个我的念头啊，天天在增长。那换一句话说，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修得再好，都脱离不了六道轮回。修得很好，也不过是享天福而已。出不了六道啊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才晓得佛为什么不许可我们为自己利益去着想。我们就明白了。